作为60后母亲，我觉得母亲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称呼，是一种使命，是一种责任。我是70后妈妈的代表，我有2个小棉袄，他们为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，但也有成长的烦恼。我是80后妈妈的代表，我曾经问我女儿，你要不要换一个妈妈呀？她说不要，你才是我最好最好的妈妈。我是90后的妈妈代表，作为新晋的新手宝妈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，其实我更多的感受到是不适应，还有手足无措，但同时也更加深刻理解到了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不易和艰辛。最后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职业快乐，永远年轻，永远貌美如花。妈妈您辛苦了。